现在列定壮士啊！列壮士，我系严仲子啊！我听到人哋讲话，你每日嚟呢度斩柴，我特登嚟呢度拜候你嘅。列壮士。请你等一等，我今日嚟拜访你，并冇咩其他目的嘅，只不过系仰慕你，希望能够同你做一个好朋友啫。话俾你听啊，你唔好再嚟啰嗦我，如果唔系我杀咗你。边个？我出嚟啦！哼，对唔住，打扰咗。不，原来又系你。今日老夫同壮士喺树林相见之后，就迷失咗方向。特登嚟请壮士嚟指引。对唔住，我唔帮得你。自从我搬咗嚟呢度之后，对于外间嘅事早已经唔理。真系嘅。好，我老老实实问你，你苦苦相缠，究竟揾我做乜嘢？我而家亦不妨老老实实话俾你听，我系想嚟请壮士嚟帮助我同埋韩国。你想我点做？我想你帮我刺杀当今丞相侯雷。你点解要揾我？韩山边将军向老夫推荐。你找错了人。那天我在市集被人打，被人骂，受尽人家的凌辱，我一点都不能够反抗。好在得韩将军替我解围。唔通韩将军冇话俾你听？有，佢同我讲得好清楚添。当日嘅情形的确唔系一般人所能忍受嘅，而聂壮士你能人之所不能，的确系一位勇士。又何以见得？委屈受辱就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。呢啲只不过系匹夫之勇啫，而聂壮士你能够不拘小节、忍辱负重，呢啲先正系真正嘅勇士。你太夸奖我，唔怕同你讲，我聂政从来都系我行我素，不问世事，对于百姓嘅疾苦、国家安危，早已抛于脑后。
我睇未必咯。刚才老夫听到壮士嘅琴音，起先就忧郁沉重，充满愤世之情，继而琴音变为刚烈，慷慨激昂，足见壮士仲系一位胸怀大志之人。我讲得啱唔啱啊？阿静，家姐，乜原来有人客嚟咗？哦，呢位系聂大姐，在下系严仲子。哦，原来严大人。好咯，你好扯咯。边个嚟咗啊？你仲扯？静，点解咁无礼？人客嚟到，你唔好好地招呼，反而仲赶人嚟扯，系边个教你噶？老夫人，唔关佢事嘅。在下严仲子。哦，严大人，系我唔啱啫。我系不速而嚟嘅，望老夫人恕于在下礼仪不周。严大人，你咁讲真系唔敢当。头先我喺里边已经听到晒噶啦，请大人你宽恕佢咁无礼就真嘅。唔敢唔敢。阿静，仲唔快啲请大人入去里边坐下？系。严大人，请。请。严大人，老身一向都素养大人嘅为人，今日能够见到面，刚才又听过大人嘅高论，真系令老身敬佩万分啊！不敢不敢。当今天下纷争，豺狼当道，唉，民不聊生。最痛苦嘅仲系啲老百姓。定国安民，我哋系有责任。请你宽恕我，孩儿唔听你教导，又是同人打交。一日都系你，系你累成我咁样嘅，你快扯，你扯啦嘛，正，你扯，正，快扯啦，正，你做咩正？严大人，真系对唔住，请你千祈唔好怪佢咁鲁莽，佢系有原因的。老夫人，究竟有咩原因？到呢个时候，我亦唔怕将我哋嘅身世对你讲。我哋是魏国人，本来是官宦之家嚟。先夫在魏国曾任上卿的职位，为人忠心耿耿，极得百姓爱戴。我哋有三个儿女，大女是阿莹，第二个是阿静，阿静还有一个细佬添。阿正的为人正义，专好打不平，每逢见到那些不合理的事，他怎都不会为袖手旁观。
因为咁样，佢就结下好多仇怨。嗰啲坏人就时常想揾机会嚟到向佢寻仇。有一日，当阿静离开屋企去大树嘅时候，嗰班坏人就乘机一齐嚟到向我哋寻仇。自此之后，我就带着他两子弟由魏国逃亡来到韩国，隐姓埋名住在这里。我怕住阿正他以后再生事，所以我就要他凡事都忍让，不要随便同人来往，宁愿匿埋在这里靠斩柴织布来到度日。我们真的不想再涉及世事。老夫人一片苦心，的确令老夫十分敬佩。聂壮士他为人咁孝道，老夫人应该引以为荣。我知道我咁管教他是太过啲嘅，不过生逢乱世而招横祸，虽然话良禽择木而妻，智者择主而事是好应该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也都很难有机会遇到贤人的。我严仲子不敢以贤人自居，我实在很仰慕聂壮士他的为人，一心地跟他结交。你又怎算得是什么壮士啊？其实严大人你的为人值得我们敬佩就真的。这次阿正能够认识到大人你，真可以说得是引以为荣了。老夫人，我实不相瞒跟你说，我这一次来结交聂壮士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帮助我去刺杀侠女，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形，我看我都不能够苛求。不过我今天能够相遇各位，于缘而足，我不再骚扰了，我亦都抱歉。请请叶大姐。是了，我这里有些少黄金在这里，不成敬意，请你收低。严大人，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别无他意的，只不过是见面之礼而已。知己相交，又何必讲到金钱呢？就算是我严仲子一点心意呢，阿正帮人家斩柴，我织布，都可以维持家计，不必了。是了，严大人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好啦，老夫人，既然你咁讲，我亦唔勉强，告辞啦。严大人，请。请。叶壮士，好多谢你正话救翻我条性命。我严仲子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我现在走。阿静，翻入去。
相公，昨日你成晚都冇翻嚟，你究竟去咗边度啊？我寻晚出城去探访一个朋友，咁夜啦，我咪唔翻嚟啦。你探访边位朋友啊？呢个人你唔识嘅。相公，你又系嘅。如果你系唔翻嚟嘅，就早啲应该通知我啊，唔使我成晚都挂住你啊嘛。你使乜挂住我啊？而家你同阿侠女呢件事越搞越大，你叫我点会话唔担心呢？大人，阿爹。做咩啊你？吓，成头大汗咁。啊，中伯又教我耍拳啊。系咩？吓，咁你识唔识啊？识，中伯仲话我叻添啊，佢仲话第时教我打剑添啊。好啦好啦，嗱，咁你俾心机学啊吓。睇下你啊，满头大汗，件衫仲湿咗添噃。彩云啊，你带我入去换个件衫啊。相公啊，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忽然间会俾个仔去练武嘅。练武点会唔好呢？大可以保家卫国，小则可以防身。尤其是而家列国纷争，以武为上嘅时候，我都后悔，点解当初我唔练武功？大人啊，阿韩将军嚟咗啊，佢有要事要见你喎。即刻请佢入嚟。好。韩将军，严大人，夫人。韩将军，你嚟得正好，我刚刚想揾你。我。韩将军请便，我失陪啦。夫人请。请。严大人，今日丞相入宫，在大王的面前讲你不少坏话。他说我什么呢？他说你主张抗秦，简直就是谋反。主张抗秦就是谋反？没错，他说你想撩起秦韩反目，等秦兵压境的时候，你就引进攻韩。真是岂有此理，简直是无中生有。大人，就是你坏在对大王讲过，说韩赵魏本来就是晋国的家臣，那大王听了之后就非常之不舒服，侠女就乘住你的弱点来攻击你了。侠女的人真是阴险可恶。韩将军，你知不知道昨晚他派人来袭击我？哦，后来好彩得到聂壮士解围，我才就没事。严大人，我以前已经跟你讲过，说侠女这个人什么都做得出的，你真的要事事小心啊。不行，我要立刻去见大王澄清这件事，二来我要当面对质。大人，那会不会越弄越僵呢？我现在不理得那么多了，我严仲子一生人盡忠為國，我是不怕他陰謀詭計的，我一定要跟他鬥到底。好一個陰謀詭計，嚴尚卿，陰謀詭計是你還是我啊？是你，是你這個奸賊，你內結奸黨，朋比為奸，蒙蔽大王，外欺百姓，徵税徵糧，搞到民不聊生，怨聲載道。亂講！話你口出胡言，欺君罔上就真。我身為相國之職，當有治國之策，豈容易你輸是為非啊？我主張伐晉，乃係為國擴展疆土，增加資源。伐晉而要用兵，養兵而需糧税，
呢啲系理所必然嘅事。相国啊，讲得啱，讲得啱。大王，请你千祈唔好听佢嘅说话，否则后悔莫及。大王，想严仲子为不过客卿，权不过参议，如今居然以下犯上，理应斩首。斩首？合雷，你仲记唔记得？我曾经资助你周游列国，你然后先有今日。如今你贵为丞相，你就处处向我为难。在大王道，你重伤我，暗中你又派人追杀我，你乜嘢居心？我问你乜嘢居心？你话我暗中派人追杀你，有咩证据？既然做得出，你而家又唔敢认？你呢种正系卑鄙小人嘅行为。吓！你话我追杀你，好，咁我就杀你。大王之前不得无礼。韩尚卿，你暂且退下，暂且退下。系，微臣暂且告退。去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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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啦。臣令大王受惊，罪该万死。算啦，算啦，其实。大家都共为国事，何必呢？退朝，退朝！韩将军，请问你一声，丞相有咩指教？我要问你一声。你到底帮我定帮严仲子啊？丞相，你系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中横权势。我韩山坚唔帮丞相，岂非蠢材？咁点解我头先要杀严仲子嘅时候，你竟然阻止？丞相，你有所不知啦。如果你因口角相争而杀咗佢，恐怕被后人耻笑你喎！严仲子无权无用，你又使乜咁嬲呢？严仲子，老夫绝唔会放过你嘅。家姐，翻嚟啦。系啊。聂大姐，啊，严大人，又系你，你嚟做乜嘢？我咪同你讲得好清楚，叫你唔好再嚟，你都应承过我嘅，点解你仲要嚟啊？冇错，我系应承过你，以后都唔再嚟骚扰你嘅，为是今日，咁咪得啦，咁你请，如果唔系，唔好怪我唔客气啊！唔准冇礼吓。我睇严大人今日嚟揾我哋，一定有紧要事同你讲噶。你点可以咁对佢呢？对唔住。好啦，严大人，对唔住，我唔阻你啊，失陪。好，你讲，你揾我做咩？我今日嚟揾你。是想你帮我手刺杀侠女啊嘛，你听我讲先好嘛。我早已经答复过你，就算点样都好，我唔会应承你。我咁做并唔系为咗私仇，冇错，我同佢之间系有一段恩怨嘅，但系最大嘅宗旨。就为了我哋韩国，你都知道噶啦。今日佢要东征，明日又要北伐，令到我哋韩国嘅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我系本住正义嚟反对佢，但系佢呢就不择手段嚟对付我。今朝早
在朝里头当着大王面去拔出剑来斩杀我，合理的人你都知道怎样的了。聂壮士，如果这趟你真的不肯帮我呢，那我就……你不用说，算我无能为力。聂壮士，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？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无动于衷的？不愿狗偷生，但愿君烈士愿将一寸命救俾苍生。这个就是我当年聂政的雄心，只不过如今的聂政已经是壮志消沉，况且我两亲年老，家姐未曾出嫁，试问下你叫我点忍心离开他们不理他们？聂壮士，如果你是有心帮我的，我哋可以想一个两全嘅办法噶，唔得，绝对冇可能。聂壮士，聂大人，我一向好敬佩你，只不过算，就算你当我铁石心肠亦好，当我无动于衷亦好，我聂政恕难从命。聂壮士。